最近我看到有一些外媒分析，中俄海警的联巡编队出现在阿拉斯加附近海域，这个事儿怎么看呢？这次谭主邀请我来给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旁边的这两艘船呢，就是中国海警的梅山舰和秀山舰。这两艘舰呢，虽然不是中国海警最大的舰艇，但是没关系，这是我们首次走到北冰洋，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就像是中国用一个阳谋打破了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布的局。让我们来换个视角看一看。今年以来呢，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海警在我们周边海域的存在感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来看这块区域，南边由美国撑腰的菲律宾海警不断在中国南海搞事情，东边据外媒报道呢，今年6月美日韩三国的海警机构举行海上联合演练，今年9月呢，美日印澳四国又宣布将举行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活动。但美国很清楚红线在哪，美国及其盟友的海警船不会轻易进入距离沿海基线12海里以内的中国领海。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我尝试把刚才我点过的这些美国重点关注的地方都连起来，就会发现围城的这条线非常像冷战时期美国用于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注意看，美国的这些盟友和伙伴都位于这几个关键的水道处，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构建第一岛链的目的就是堵住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所有的重要航道。在当下，美国这种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手法发生了变换，也就是把海军换成了海警，试图复刻这样一个新的第一岛链，用准军事力量来对中国施加影响。为什么用海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相比海军具有军事属性，海警敏感程度较低，不容易引起外交上的事态升级，能给美国在海上更多兴风作浪的空间，比如登船检查、罚款、没收渔获，这些都属于海警的执法权范畴。当然，美国海警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是非法无理的，再加上海警船维护成本低，能够隐蔽且高效地把侵扰行动日常化，这无疑会大大干扰中国周边的渔船、商船的正常航行和活动空间，从而压缩中国周边海洋的航行空间，进而牵制中国的海上力量向远洋发展的进程。如何破招呢？美国有海警，中国当然也有海警啊。从我了解到的行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海警这一次呢，从舟山出发到俄罗斯短暂的停留之后，一路北上到达了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这等于是在说，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不仅能够突破你的第一岛链，而且还能在突破岛链以后再航行几千海里，一直走到北冰洋。这意味着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在周边保护我们合法航行和运输等发展空间的同时，还能突破封锁到远洋护航，挫败美国挤压我们的空间的企图。并且大家可以看到，联巡路上海警还摘除了炮衣，就是要展示出中国海警维护海上公共秩序的力量和决心。其实啊，中国海警在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就公开了这次联巡，也就是说呢，中国只是在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要求履行的国际义务，这包括维护海上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等。中国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合理合法的，美国呢毫无办法，你可往我亦可往，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最后别忘了点个关注，之后呢我还会带你们继续看巡航。